讲一下，没有事情的离开铁门那边。哦，没有事情的先离开铁门那边，赶快。你这边不要违章。过来，我们这边要送礼物了，来，拜托，没有事情的，我要脱衣服给大家看的，过来这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请往舞台这边移动好吗？